台中市大甲妈祖绕境活动9号的上午已经行经龙井大肚地区，有连锁超市业者每年都会设席供应圣驾，还搭设点心站免费提供给随行的信众，与大甲妈祖一年相约一次的约定更是传为地方美谈。今年业者还斥资将近百万打造100面纯金妈祖金牌跟钱母，要让所有消费者一起来分享妈祖庇佑的喜乐。妈祖的銮驾一到，民众与业者全都诚心敬拜迎接。台中市大甲妈祖绕境活动9号上午行经龙井大肚地区，有连锁超市业者每年都会设宴恭迎圣驾，搭设点心站免费提供给随行信众，与大甲妈祖一年相会一次的约定更是传为地方美谈。我们这次准备的是随手的那种小瓶装的，让大家随手就可以拿，那在防疫当中大家一人一罐就可以在这个防疫的效果上面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去年来参加的话就觉得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盛事，所以我们公司就特地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子。那我们今年呢，我们有准备了超4000包的左右的海苔夹心脆片。我们是希望说在这么长远的9天8夜的行程当中，那我们白兰氏提供给我们的信徒们更有体力还有关节保护他们这样子。不同以往，今年点心站采健康养生取向，像是清热甘甜的火烤椰子水，高纤高能量的冰烤地瓜，还有海苔脆片、养生饮等补给品，因防疫需求也都采用个别包装，要让大家补充体力又健康。除了积极参与信众的这些绕境我们一些健康食品的分享，我们在我们全国48家分店同步举行抽百枚纯金的金牌，还有1000组的我们的金银钱母来跟我们的好邻居分享所以无论是信众大甲妈祖绕境还是在我们店购买商品都可以积极来参与这个全国最大的盛事。除了结缘餐点，超市业者今年还斥资近百万打造100面纯金妈祖金牌，以及1000组的金加银钱母。活动期间，消费满额就送摸彩券，买越多送越多，要让所有消费者一起来分享妈祖保佑的喜乐。记者杨宗桓台中采访报道。